你坚持住，玲珑，死路，坚持住，坚持住啊，坚持住。这喝的，叫出来干什么玩意儿你？你没喝出来吗？那酒里下药了。你让我们中毒了吗？是吗？你还迷糊迷糊？迷糊。62度的酒，谁喝谁迷糊。但我就是这个意思，你看那个满脑袋腿毛，一看就没安什么好心。你说咱们要被放倒了，那不就任人宰割了吗？那咱们跑呗。跑？英雄所见一样，那咱们跑吧。正正呢？完了。人家肯定识破咱的套路，把正正给按那儿了。那不行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咋的？你是魏敏芝啊？那既然这样，那只有一招了。什么招啊？我的拼了！拼！来啊，来来来，把手给我，来手给我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把手给我。好，真近了，一会儿就把他放倒啊！一半给我喊啊！来，一半，放倒，放倒，放倒。醒醒！傅端端，醒一醒！跳跳，跳跳起来了啊！唐欢，醒醒！我问你们，部落那几个人呢？我有点抽抽，记着好像撤了吧？撤了？那看看有没有丢东西啊？东西不重要，关键是丢没丢人。肯定丢人了，那咱七个没喝过人一个，人都丢到家了。你咋知道的？人万一出门就吐了，你看见了？不对，真丢人了。张金雅呢？呀，张金雅呢？张金雅呀！我跟人往拼了！娘了，相逢勇者胜。西出阳关无故人啊！哎妈！完了啊！真丢人了。谁呀？杜阿奴。哎，对啊，杜阿奴呢？杜阿奴。阿奴，这纸条上不是写了吗？杜阿奴，我们扛走了。你看，要。这不写着呢吗？杜阿奴我们带走了，哪有扛？都喝到这样了，还扛和带还有什么区别吗？我跟你们说，我都看出来了，那小子根本就不是冲正正来的，就想带走个女的。啊，不对，啊，带女的他也得带他走啊，不能带他走啊也。凭什么带我呀？赶紧的，副站长准备车。张金牙、贝友，咱们追！往哪追呀、啊？空吃部落火车站呢。好，跟我上啊！就那满脑袋嘴毛那小伙，你知道吗？我非把那满脑嘴毛，我给他打成大卷肉哥。哎呦！哎呀，能不能别说完就躺下？要不你就别说。你怎么回来了呢？我刚回来呀、啊。你还敢回来啊？人呢？什么？谁呀？杜阿奴。啊，你人呢？我不是给你们留纸条了吗？你们看到了吗？看着了。我就是怕你们看不着，我特意回来跟你们说一声，你们的那个女博士啊，回不来了。女来怎么了？回不来就是回不来了，还什么怎么地怎么地怎么地了？